陛下，你们说我是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国王？这还用说？那当然了。可老百姓骂我是蠢驴啊！陛下，干嘛不宰了他？就是，我刚拔出剑，就被你们给喊醒了。下回陛下再做梦，我们一定等您先宰了他，再来叫醒您。哼，我要让人都知道，天下我国王最聪明。尊贵无比的王中之王，人间最伟大的万能皇帝陛下，为考虑他的子民的智慧，特出难题三道，有能答出者，无论王公贵族、平民百姓，一律赏黄金万两，牛羊无数。我是世界闻名的全能博士，曾在无数的可汗和国王的宫廷里讲学，国王的难题只有我能回答。鄙人是空前绝后的学者，精通天文学、海洋学、人种学。我先进去。哎，嘿，我先进去。滚开！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全城最富的财主？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全城最有名望的贵族？国王的难题只有我才能回答。不，国王的难题只有我儿子能回答。他三岁会数金子，四岁能打算盘，五岁跟我放高利贷。我高利贷。只有我能回答。我要答不出，情愿给你50两银子。哼，我要答不出，情愿给你100两金子。我儿子，是我、不是我。这个该诅咒的国王处死吧！天下最聪明，是我，不对，是我，不是你，是我，是我，笨蛋！陛下，什么事啊？阿凡提求见。他说他代表百姓前来回答陛下的难题。阿凡提，放他进来。
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啊？这有多少？嗯？啊，尊敬的陛下，它的总数是999,999,909颗，一颗不多，一颗不少。哦，是有那么多吗？这个那个，大概，也许，或者，是的，是的。不是，不是，那么是多少？陛下，这可只有真主才知道啊！哎，胡说，胡说！真主可以作证。要是陛下不信的话，您可以爬到云彩上，去数一数。你再说，这大地的中心在哪里？啊，巧极了，陛下呀，它就在我这毛驴右前脚踩的地方。不对，我是国王，就凭我国王的福分，大地的中心应该是我右脚踩的地方。对，是国王的右脚。不，陛下，是驴子的右脚。不。是我的右脚。不，是驴子的右脚。不。英明的陛下，您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就把东南西北整个世界量上一量，只要我说错了一分，您完全可以。好，你马上去量。不，陛下，我那你去。不，陛下，您就是骑上快马跑上十年也找不到大地的尽头，可怎么量呢？陛下，我看您还是那又算他答出来了。陛下，您不是还有一道题吗？你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死吗？这个嘛，快说，快说，快说！刀斧手！陛下，我死的日子比您只早一天。不对，不对，那请问您怎么知道不对呢？这，难道真主已经把咱们两个死的日期全都告诉您了？这，你们这帮蠢驴！这，陛下，干脆，不过三个难题他都回答了啊。陛下，照我看，咱们倒可以这样，这么办。好，就这么办。阿凡提回答了难题，赐给他和我共进晚餐的荣誉。是。设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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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凡提，你是我子民中最聪明的人，你告诉我，什么日子才是我子民最快乐的日子？那当然是至尊的陛下，我们万民的臣主您死的那天喽。什么？我死的那天？胡说！陛下，您就是死了，灵魂也是上天堂的。是啊，我就是死了，灵魂也是上天堂的。这个嘛，不见得吧。什么？难道我会下地狱吗？按说，您当然应该上天堂。可是，可是陛下杀了那么多好人，他们的灵魂把天堂都住满了，再也装不下您了。陛下，他醉了。不，我没醉。他真的醉了。没醉，就是看东西，有点模糊，两个影子，两个影子，两个啊，两个，是啊，就是嘛，现在我看你们呢，就都是啊，四条腿儿，四条腿儿，他真的醉了。哎，阿凡提，我最喜欢你了，明天我就封你做宰相。带阿凡提到寝宫安息。是。陛下，那个阿凡提，陛下，他已经在死神那里做客了。好，阿凡提是不是说他死的日子比我只早一天？陛下，不错，是这么说的。陛下，我死的日子比您只早一天。比您只早一天，那就是说，您死的那天就是百姓最快乐的一天，最快乐的一天。啊！他们的灵魂把天堂住满了，再也装不下您了。
陛下，陛下，有毒！拿走！等等！在那儿，这儿，那儿，这儿，那儿，这儿，啊！把宫里宫外统统给我扫一扫，扫扫扫。陛下，阿凡提死了，要轮到我死了。陛下，应该让阿凡提活，让他活。让他活，那我也就能活了。哎，陛下，阿凡提已经死了，怎么能让他活？哦，我是特地来向您告辞的。别客气，您只管在坟墓里安息，我一定叫全国的大猫了都为你的灵魂祈祷。安息在坟墓里？为什么？你不是死了吗？我怎么？你，您来摸一摸我吧，是冷的还是热的？是热的。难道昨天晚上？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可怕的梦，梦见两个坏蛋来杀我。早晨醒来一看，被子上还真戳了两个洞。对，是做梦。亲爱的，你活得越长越好，今天我就封你做我的宰相啊。可惜呀，真主没赐给我这个福分，
我倒是愿意推荐一位更合适的，跟陛下非凡的智慧更相称的。谁呀？他已经在大殿里恭候您了。啊！